嗨嗨，大家好。我是舒红，他是雨薇，希望能七月支持他跟小乐的新戏。我的一二三四嘛，对。什么？三？你讲啊，三点 几？爱的3.14159。哦，爱的3.14159。你什么一二三四？爱你的什一么二意三思？四。没有。好，对不起，你们开始吧。好，因为其实我自己补充营养的时间其实蛮少的，因为可能吃饭的时间比较不正确，对，然后比较累这样子，所以其实我常常在起床的时候吃完饭之后，我就会开始吃营养品，就是 Choco BB 里面就有很多，比方说补气的啊，或者是补胶原蛋白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在演学生戏，非常需要补胶原蛋白，还有就是 B 跟 C 就是提供自己精神还有力气这样子。像我其实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拍戏，然后再加上之前其实很常飞日本，所以就商品变成是说我去日本必买的，而且妈妈阿姨都希望我帮他们买，所以每次去日本一定要去那边买。然后现在蛮开心的是说现在台湾也有一些商品，Chocolate BB 也可以买得到，所以在这个补充不管是 B 还是 C，我觉得有时候看你的需求，对，有时候你一罐就可以搞定，对，对，然后就不用像以前我就会带很多啊，又带 B 又带 C 又带 E。那现在的话，你觉得这个符合你的身体需求的话，其实一罐就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，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它很好入口，就要呼吁一下，就是建议男生要怎么样保养。男生保养。其实我没什么在保养，对，所以不是不是，就是除了50%是天生丽质之外呢，另外五耶，十又来了。没有。其实男生其实不太会去注重像什么面膜啊，去抹一些乳液。可是我觉得，饮食的调养跟调理很重要，所以我会选择来吃 Chocolate BB，不管是糖衣锭啊，还是补充 B 或 C，或者是胶原锭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是比较直接，跟让你的皮肤新陈代谢正常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啦。对，那刚刚讲到情人节，两个人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？印象深刻哦。你不要看我是跟我吗？如果你是跟我的话，对对对。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哦，嗯。我倒是一直忘记情人节是什么时候啦，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就在讲说那个是七夕情人节的活动嘛，嗯，结果我搞不清楚七夕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就是我经常性的忘记情人节是哪一天，对，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什么我事。其实也认同雨薇的说法，因为雨薇是处女座，她对爱情其实神经蛮大条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你现在变星座专家吗？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，对，我在帮你评论，就真的是处女座比较以工作为重，常常会比较就是情人的节庆常常会忘记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是太努力的你工是不作。是有什么心酸事要讲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 cover 你，我 cover 你。没没没没没没没。好，懂星座，那对母羊座的女生，你觉得要怎么样过情人节？要怎么对？母羊座的哈，就是我觉得就像 Chocolate BB 一样，外面要有一个糖衣哦，外面感觉甜甜的，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很好入口，而且有补充精神，你好懂我，对，再无表情，再这样就去是我觉得跟另外一半的相处其实蛮重要的是，第一个一定不管是哪一个星座啦，我觉得都一定要个性要合，然后有共同的兴趣，对，然后还有共同喜欢，不管是饮食方面还是运动方面，我觉得这个方面都很重要。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星座，不管是处女座也好，母羊座也好，我觉得相处才是最重要的。刚刚说的要很好入口，是要怎样很好入口？你说感情还是 BB？感情。当然是要挑一罐你适合的才会很好入口啊。对啊，像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大颗的嘛，因为有些人搞不好就是兴趣跟帮，不是你在笑什么？我很认真在解说。OK，好，就是最重要的是个人需求了，对，个人需求比较重要。那这次情人节应该是第一次两个人过，那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？我每年都会遇到情人节啊，对啊，对象不一每样年都是不同的人，是不是？
也不是不同的人，而是刚好有时候真的是在工作，有时候真的是在情人节，真的就在餐厅煮面。对，所以我跟雨薇的方向其实还蛮类似，就是可能常常会忘记，可是会去记得比较重要，讲讲说是对方的生日。对，所以情人节记得的话就会过了。嗯，是今年要不要去邀请另外一份去店里下面给他吃？今年刚好我的生日真的就在剧组度过，然后情人节的时候，因为刚好也是下礼拜，今天礼拜天嘛，我也不知道今天礼拜几，礼拜天过得好混乱。对了，因为刚好都是在工作度过了，所以就没有想太多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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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太多坑了，有社长，好，媒体团队，好，欢迎。好，来，我们舒宏来看一下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，我们来看右手边。好，给总经理眼神。我看我这边好。好，来，舒宏看左手边。好，来给右手边的眼神，我们来看一下右边。来，看一下最右边。有，多一点哦，多一点 ，pose 多一点，来，我们可爱的 pose 来一点，来看一下右手边，右边，好，来给中间一点眼神，我们稍微慢一点点哦，来看一下左手，来中间前面，好，来看一下左手边，好，我们慢慢转回中间，好，我们来慢慢转到右边。来，右边可爱的微笑，来，最后再看最右边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换个 pose 哦，来，来翘个脚，可爱一点点，看向中间。来，中间后方来一点眼神。好，来，我们慢慢的转到右手边。好，来给左手边一点眼神。好，来，我们慢慢的往中间转，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。好，那我们再换个右 pose 来右手边，从右边开始。好，来，慢慢的往中间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正中间。好，慢慢的往左边看。好，来，前面黄色衣服的大哥。好，我们再看向左手边。好，大家都捕捉到画面了吗？我们来右手边最右边这边再来点眼神，来右边这边两排，我们来看最右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中间白色衣服的大哥，来中间白色衣服的大哥再给点眼神。好，再往我们左手边看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大家都捕捉完毕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维迪大哥们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我也谢谢雨薇。